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柚妈，今天来给柚妈做一个蛋糕，然后一包这个蛋糕预拌粉，两袋酸奶，还拿了两个鸡蛋，三个草莓，碗里打两个鸡蛋，再倒入酸奶，再倒入蛋糕面粉，再搅拌搅拌，搅拌成酸奶状就可以了。再放入柚宝爱吃的草莓，放入烤箱，180度20分钟，草莓蛋糕就做好了。扶好嘛，用手扶好，对，用手扶好。